以下由李炳恩为大家报道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：西方国家匆匆忙忙，自由党政府对于是否导致股市大跌，在华盛顿发表加拿大的世界科技护照，去避免护照被人盗用。各位欢迎收看4月29日的新闻。先虽然省府已经颁布复工令，高驾车人士要继续挨贵油。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收睇4月29日。本國外交部證實，本國再有一名 Facebook 被揭發向其他大公司提供用戶資料。免疫顾问委员会扩大。各位欢迎收看10月29日的新闻报。